一身黑色利落套装走上红毯，新科立委吴佩益、黄杰报道日展现霸气风格，坚定为民发声。不过里头 T 恤也有小亮点。我们当初闯进立法院的时候，也是就是非常简单的 T 恤，就是吴英宁的诗，所以我今天就把他的那个精神穿在身上，也是象征说，这个太阳花世代进入国会这样的一个精神。为爱有花，提醒自己不忘理想。而同样选择黑色系的还有徐巧芯，连身洋装让人眼睛一亮，右边右边。不同以往风格，女战神穿上裙子，不过这一位选择再加上红色抢眼膝外吸眼球，蛮 lady 的，蛮不像平常的我是吗？昂睡欧朵班嘛，所以就穿得比较正式一点，而且我穿高跟鞋，我今天跑来跑去，事实上蛮辛苦的。哎，不要拍我的脚，我脚在拜票的时候被狗咬到了。笑说自己被咬还来投票，用丝袜挡住伤口也算另类穿搭。至于蒋雅玲则身穿台湾首位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设计师作品，设计感十足，更传达永续理念。女立委争奇斗艳，展现专属自己的 EQ 哲学。三十五张选时选台北采访报道。